我加入爱多美之前呢，我是在家照顾孩子。那我来新加坡已经15年了，这15年其实我没有工作过，所以我其实以前的生活挺安逸的，然后每天呢就是想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孩子，就这样一天过一天。我已经忘记了我以前的梦想是什么了。大家好，我是爱多美的星光大师，我是戴安娜沈健，也是 Pogis 的中心长，也是爱多美领袖俱乐部的成员。那在经营爱多美的这几年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又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和我的梦想，然后我的目标和梦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清晰。晋升为爱多美的玫瑰大师之后呢，我一直在经营 Bugis 的教育中心。那对我来讲呢，我给自己定位在领袖的这个位置上。那成为领袖呢，不是说比别人有更多的优越，而是有更多的责任 和更多的担当。在我经营 Bugis 中心的这3年来呢，我身边有很多非常棒的伙伴们、领袖们一直在帮助我，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们，没有他们也没有我的今天。接下来呢，我还会和所有的这些伙伴们继续努力，把 Bugis 中心做得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晋升为爱多美的星光大师之后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呢，我会和我的身边的这些领袖们和伙伴们一起更加的努力，帮助更多更多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伙伴和家庭在爱多美成功实现他们的梦想。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有一份永续的倍增的收入。我跟戴安娜中心长最美好的回忆就在中心共处的时候，虽然面对了很多的艰难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一一的克服了。感恩让我遇见我生命中的天使，就是我们的星光大师戴安娜。感谢你带我来到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our star master Diana, our Ruby Center manager. 戴安娜中心长，他今天能够成为星光大师，我们真衷心的祝福他。祝您早日登上中王的宝座。